哎呀，看我的剧了吧？你看看，地球给我讲一下第一件什么了？就是我穿的什么衣服出场的？说的人到桃花坞当对方一天的小弟，最后一件啊。节目组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犀利的录音。来上，今年还会问《清明代表作》吗？我这一次我根本就不说话，咱根本不去录。<笑>在集体生活中，你会选择妥协吗？我当然不妥协，凭什么要妥协，哥哥？哎呀，我们现在还没到桃花坞，何必把气氛搞得这么窒息呢？对不对？宋丹丹和同时掉进水里，你会先救谁？就是说，要是这二位掉在水里，掉在结巴了都，他们俩掉我的杆。上一季里你最喜欢谁呀、啊？别老挑事儿，让他。这是谁呢？张国立啊。咱不认识，咱加上国立老师算。孟子义，你还喜欢我吗？什么东西啊这是？你曾经喜欢过谁，男孩？难道是？他也不是这个声音啊。好，可能是。暖男。嘴角下垂了。开会的时候，丹妈说搞个晚会，搞个联欢会。哎，这上哪儿猜去？我喜欢白马，我喜欢黑马，我喜欢小鸡。我们五十公里桃花坞的虫子。哎，虫子，我。吃顿饭还有节目可以看，就是害怕到爱。今天晚上我给你抓几只，抓几只放你床头陪你睡觉。没事，不用。有进步。而且它可以飞奔了，现在已经。马往前头跑，它往后头飞奔。它往后面蹲马步，蹲了一个小时马步，马回来了。啊、哦，我听，那我圆儿姐的手跟武大舅，哎，这都能猜出来，了如指掌，漏题了，扬迪附体，最厉害肯定纯君啊，他在菜地的时间比在他房间床上的时间还长，桃花坞赵玉田，花圃男神。龙哥，放那个歌呢、哎，放歌呢。我手这么好看吗？啊，我们派出吕雪琴回答。这一季电台就是优秀，卓越，什么意思？卓越。还有呢？荒诞。荒诞，好，可以。呀，菲菲，这是在水吧？是吧？菲菲哥在干活。干活？菲菲在干活？也是山东口音了，这耳朵是吗？他耳朵干活。干活。这是我穿运动服那天拍短视频的。还有这么一出呢，咱俩。哎呀，拉木你都忘了呀，看看拉木世界里的男人太多了，心里住人有点满了。妈，这还用问呢？哎呀妈呀，这多余问了吧？全屋都知道答案，你让我一起大声的喊出这个。王鹤棣。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何必呢？把我埋起来吧。能不能下一题了，老师？这是那个王传君的脚，这是沙滩，是不是看鸟？哎，有我。你咋像 P 上去的呢？P 在上面，别扣外头了。就是熟悉他的每一个。丹
姐心里的人也有点多呀，现在也有点装不下了。这个是辣木，对，我们去外出拍片。梦姐，蘑菇是我的蘑菇。我拍的。梦姐长鸡的，对，来吧，走到，演技如何？总导演，演技太好了，我觉得就是世界都欠他们一部剧。我觉得我们精湛的演技都是因为总导演长鸡长得好。对，野哥，欧野，一个陈鱼。哦，我知道，在看马。这不在比心吗？这是第一天。哎，感觉那都是好久之前录的东西。太久了，是上个综艺，上个综艺。我，这是派派，派派的腿毛，王鹤棣的腿毛。等一下，他为什么要拍我的腿毛啊？今天这不是我的，我把毛剃了。我觉得是我的腿毛，赌不赌？拍拍，今天这腿不是谁的，谁脱毛？来不来？可以，就贴个大力胶在这儿一撕。哎，真実はいつも一つ。哎。哥那个、哥他两个都是对我好一点，哥弄了，好点，被派派磕不开，算了好可怕。哎，我选派派，我记得那天还那个学冲浪的时候，派派学的挺快。谢谢。派派唱歌那天，郭麒麟也有可能，那就是郭麒麟唱流星雨。但该说不说，有一句咱是说挺成真了啊，那个时候就说那个丹姐是流量女王，话题引爆者。引爆现场，话题女王，话题天后宋丹丹，每次丹姐出场的点击率都得造似的，绝对是说当时神预言了。当时我要是犹豫就好了，当时自己还乐在其中呢。不知天高地厚，被伤得千疮百孔。是谁呀？哎呀，我和派派牵着手，对，等爸爸回来了。哇，你看我们好兴奋，在等那个回来。方式展示，这样你表演秀给大家看。流哈喇子，皮儿片儿了，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又这么会一轮书念。最我最优秀的学生，是不是？谢谢。就你一个学生。那就不能就教点别的。雪琴，这张是我们合影，我跟西西我们三个合影，我手机拍的自拍，厉害吧？我这给我 P 的有点过了吧？我都歪了，都给我 P 栽楞的了，腿都拍 P 弯了。雪琴这张太美了，这张感觉支撑不住了，上半身了都。这 P 的有点过了吧？真挺好看，贼甜，都 P 成这样了，还能不好看吗？脾气最好的我，妈，我这时候要写你，多少就显得有点讽刺。他那个辣木可以写，我是不敢写。我写传俊哥，你写的我。其实我看见你写我了。
采访你一下，你被称为饭量最大的人，然后还老输是咋？是处于什么原因？处于什么原因？饭桶，我就是个饭桶，饭桶，学了吗？咱俩大哥别说二哥行吗？这里直接写，直接举吧。面包秀成女汉的人，辣椒啊！但是这个你这么吃，确实有点给有点得劲儿，大哥。我尝尝，我不知道对不对。给我辣透了！我是敢，我是敢。哎呀，这我可知道。这个，哎呀妈，这个答案就对我来说都。不用脑瓜子思考。这么说吧，这个问题可能对我来说都不限于桃花坞睡眠最好的豆子塔。我跟你们说，那雪姬，我不是出去了一趟吧？这路我在飞机上那可着急了，你铁子，你啥时候回来呀？这得好好活可重了。我回来之后，咔咔咔，我连饭没吃，我上去给雪姬对稿，跟我说了说两分钟，说铁子你出去吧，我得睡了。他是在哪儿都能睡得很香，不管在哪儿。哎，传君，你每天几点起？我6:30。7:00就起了。哦，那你比牧野还早。叫爬窗户。嗯，每天早上起来爬窗户，你见过吗？本来就是体格就比较大，推开窗户往里跳，他踩我腿了还。太离谱了。来了这个，不是你来研究就行。大哥，我给我来一下这个。哥，你怎么了？我觉得那个开开关关动静太大了。我们那开个门等于把房子给拆了，一开咚，一关咚。对，然后他现在会在我们的群里发说，哎，你们起来了吗？然后我们说，哎，醒了就能听见滋门开了。等很久了，你的房间这不呼之欲出了，这答案呢？企业家代表啊！我是一个做艺术的人，我不是做商业的人，但是刚好就是说，确实我带领一个 team 是桃花坞最厉害的龙头企业。当然，这一切成功，因为我有三位优秀的员工，都是台长领导，领导有方，一切的荣誉都属于你们。有任何的问题，一定是我领导不好。大家能听听这大雨？朋友们有要去淋雨的吗？哎，集体往外跑吧！来，走了。等会儿，拆门。行为艺术，哇！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来，龙哥，咱们把这个帮老师们把这个录完吧，我总得有人留在这里吧，来吧。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我暖了四季。我觉得这事儿，我还行，我不是那种主动社交的人，我是被动社交，人找来找我唠，我就能唠。你才是社交 WiFi 呀你。我的答案真是辣姐。为啥是我呀？你想想，辣姐刚才跟多少个男人又跳舞，哎呀，桃花坞没有我没跳过舞的。雪晴，军哥，我觉得现在不是了，我了，我感觉军哥自从有了三傻之后不爱读书了。我觉得是牧野，他一个人去骑马，一个人弹琴。我很喜欢读书啊。丹姐，那语音其实10秒就能说完的事儿，他都能说60秒啊！乌民朋友们，我说两句啊。现在呢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大概的情况就是说呢，反正还没进正题呢，反正完了后10秒终于说出来了。今晚上俺家吃饭，那谁来啊？不愿意来也可以不来。但雪晴你得来，你没啥事儿你。
野哥，野哥，我哪点凡尔赛？野哥凡尔赛呀，他主要是说就是，他主要和法国相关。凡尔赛可能就是离凡尔赛近。那你要说陈宇也挺凡尔赛的，法语说一下凡尔赛，让他们听听。凡尔赛，你看看，看看，这还不凡尔赛吗？谢谢所有收看神井烧鹅的朋友们，谢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15个人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共同生活20-30天，你一定有你一开始特别喜欢的人，然后你会有一开始你并没有在意的人，然后慢慢发现你很喜欢他。这就是一群人在一起生活的最基本的场景。Hello， 大家好，我是桃花坞的坞民王鹤棣，哈哈，没想到我现在已经升级为老坞民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桃花坞的坞民孟子义。大家好，我是桃花坞坞民李雪琴。大家好，我是小辣李佳琪。这里是桃花坞上方最温暖的声音，我是你们最最熟悉的 DJ 汪苏龙。大家好，我是王传君。我心中的桃花坞是和志趣相同的人共事，和思维同频的人生活，和互相喜欢的朋友待在一起。桃花坞两季都是由我被吊打开场，即便如此也没有影响到每一次杀青的时候我和剧组所有人的恋恋不舍。听说第三季会去一个非常棒的地方，有更厉害的玩法，尝试更多新鲜的事儿。不过现在要保密，能实现多少愿望就要仰仗各位品牌朋友们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碰到被 push 的情况，我觉得我还是会说 no。 桃花坞第三季新的奇妙旅程即将开启，作为650的台长，我想借此机会给650招个商。桃花坞第三季继续向美好快乐的理想生活一起出发吧，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多多 pick 我们。桃花坞第三季，期待你们一起见证美好，等你哦。其实其他区域还有很多啊，我们有10个互动的点位，但不要往前，因为然后这边看到这个唐野，唐野，这我这皇帝内心熟悉不熟悉的搁里边，这桃花我到桃花坞，我到桃花坞就找一这地儿，我就在这待着了。哎呦喂，您这不是您这是什么？没事啊，他要介绍，他要给你介绍这个。我也看那意思，你要不买，别跟这儿坐。您说。我没事，没事，我后面。您坐。我坐。然后啊，又坐。对呀，不是他要卖，强买强卖啊。您介绍这个，这怎么哪儿好的呀？因为就是其实这个区域，你虽然大家感觉到哈，就是真的是找到了一个桃花坞，放松的感觉。是我都去了，对，这一季我也去了，分享一下吧。分享就在丽江啊，在丽江那个玉龙雪山边儿啊，然后这个空气氧气较为稀薄，对，我们在那儿非常愉快的玩了这个捉迷藏这个非常脍炙人口的游戏，还行，挺好的。那个王哥王传君老王做饭做的不错，还挺好的。要是这个摊位能把老王请来跟这儿爆炒一下，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因为桃花坞就是一个跟大家其实看起来也很放松的一个节目。那比如说子彤，如果你要找一个地方成为你的桃花坞去放松一下、躺平一下的话，你想去哪里？我回沈阳躺平吧，回沈阳躺平，回老家躺平，回老家啊。对，住家乡都是自己心目当中的桃花坞。是的，我昨天刚从桃花坞回来。
所以大家呢，我相信很多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各位啊，也有属于自己这个桃花坞，也可以好好的进入，欢迎进来啊。然后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来观看。那本次活动呢，我们也特别设置了360 VR 的全景直播，所以说各位呢可以更好的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也可以在我们应用商店当中更新腾讯视频 APP 的最新版本，就可以说更加清晰啊，然后呢更加直观、更加全景式的直播就不一样了。嗯，然后呢，我们可以再往那边看，好，然后那。